哎呀，这个妈妈也蛮惨的，真的。OK， 好，来，黄东威，怎么样？谁会赢？我不敢确定哎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其实我常去外面工作，可是我回家的时候他会一直看我，但是我不常在家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我会赢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不会选，他会往外面跑走，就找齐妈，而且他会找我。好，哎，齐妈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齐妈不是没关系，齐妈坐在那，你们俩站在这。宝宝已经被一扫，一扫，不是了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不是我家事啊，我现在可以 KI 呀。我觉得这样好了，这不是我家事。我们这一组呢，有三位让郭仁豪插花，可以吗？我们插花，没关系。去你那里，他们两个就跟你跪拜。嗯，来，黄德威，姐姐，小心哦哈。还有一个第三者出现，王正好是谁抱都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鞋子可不可以穿好？啊，我给，耶，想睡觉？哦耶耶耶耶耶，晚安，哦，晚安，糟了。好一个坏鼠，隔壁的哎，他搞不好认不清楚谁是爸爸，一直以为是他哎。他应该会知道呀，他知道，你知道哈？你要不要再对他讲什么？我等一下会有绝招了，真的吗？我常跟他玩的。OK OK， 好来，琪琪赶快想好绝招。我 OK， 我觉得来皇上好，皇上好，那这个人是零哦，你们各五十，没关系。来，用趴的，用趴的，来，蹲下来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弟弟啊，那是要用哦，来，不会笑，不会笑。弟弟啊，好啊，北这边阿北，啊，弟弟啊，是我们阿玩，啊，弟弟啊，阿玩啊。好玩，我们要去游泳了，哦，要玩斗蟋蟀，后面养一下。好玩，玩斗蟋蟀，来，啊，弟弟，啊，来，好玩，好玩啊，来来来来来啊，北这边，来，黄正辉他真的要去找郭仁豪了，来，我们要去游泳啦，啊，弟弟，哎，不要超限，哎，喂喂，各位妈妈回来，啊，弟弟，好玩，没有他演你，没有你，好玩，来啊，阿北带你去游泳了，下午啊，三点了，我们要去游泳了。黄正辉，你不是有绝招吗？阿玩，我不知道，人太吵啊，听不到我讲话。阿玩，很大声的，阿弟弟，阿玩，很大声的，阿玩来，阿弟弟啊，阿玩，哎，阿弟弟，你这样等一下，等等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阿玩，阿弟弟，阿玩，怪怪的，阿玩，皇上好，皇上好，我们不能录到十二点呐，阿弟弟啊。哎，齐妈也加入战局了啦！好玩，来，好玩，好玩，阿北带你去玩。有了，有了，他结果是去找玩具嘛？好玩，好玩，我们去游泳。来，我们去游泳。去，去，去！尾狐啊，那边尾狐啊！好玩，好玩，来，他到底会不会爬？来，好玩，我们去游泳了。他会爬呀？他会啊，对。来，我们去游泳。对，他在找玩具。我们去游泳了，来。好，现在玩具收起来。来，去，去。黄德辉，你真的好像在练。好玩，来，我们去游泳。对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加油，找谁找谁？好玩，找谁？退后，请三位退后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退后，麦克，这位太太退后。这个在找这个了，不行，他在找这个，真的，你慢着，他在找这个。好玩，来。他在找麦克风啊。好玩，来，阿北带你去游泳啦。好玩，阿北带你去游泳。现在去找你的一根，然后去找你的一根。蛮行，不要啊，都拿开啊，都拿开，都拿开，拿开。好吧，加油，他要去找你的一根呢。你哎，不要嫉妒人家。好玩，哎，好玩，这一根在这。哎，在这，收起来。过来，好玩。麦克风收起来。游泳了哦。好，过来，过来。原来你照你平常照顾他有用的，郭仁豪，郭仁豪，以后我就交给你了。原来你老婆说以后搬家的是他是吧？啊，隔壁那个老王。哎，我发现他自己的小孩照顾的不太好，但照顾你家倒是蛮行的。哦，难怪他说他住在他楼上了，对，因为他们是邻居啊。是这样啊？哇，郭仁豪你不简单，你今天真的血耻了，而且你是利用别人家的小孩来血耻。OK， 好，这一回合郭仁豪获胜。好奇怪啊，暴涨暴涨，奇怪。哎，抱回去啊，抱回去。喂，不是要养吗？哎，抱回去。伙食费、教育费都抱回去。哎，你们真的来这边赚很多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哎，你们家小麦。这个时间我会看，我刚刚在看时间，这个时间是妈妈的时间。哎呀，你不用为自己打针了。你有点信心嘛，连人家小孩你都可以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，大概30%，现在以前是零 ，OK， 现在有30%，现在有差不多30%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没把握。哦，本来你很有把握。
心，我对妮娜有信心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们家张志峰真的很喜欢小孩。对、啊，刚才大家在那边混战的时候，他 也在那个地方加入，因为他要证明那两对夫妻还要证明多好。OK， 好，来。两位，请就位。经纪人抱吗？一对，谁？谁抱？来，妈妈，妈妈，来，小康叔叔抱，小康叔叔抱抱。哎 ，OK， 好，来这边。两位站好，中间有一点点距离，好不好？准备了哦，来，预备哦。好，对，你们俩要先充分的摆出你们的本事，准备了哦。哎，威神不要来凑热闹，开始。中间，再一个让他，小妹。不要超限，不要超限。郭很好，你看吧，小孩那么厉害，自己都不行，怎么这样？好，郭很好，要不要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可以吗？可以，让你上诉一次。对，要不要试试看？两次都输了，你后退了，他还是找我。好，来，麻烦再一次。这两个夫妻在争什么？我让他哎，有，那你这次再往后退，让他叫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到布帘后面好不好？让到布帘。来，我们没关系，来你们俩先不要放，来你们俩先叫你们家小麦，随便你们。先叫你们家小麦，随便你们俩。麦麦啊，你好，好来。开始，不是，拜拜，是什么？拜拜，我觉得张志峰好可爱。张志峰真的是比较会哄小孩。张志峰是怎么了？不是你啊，你好，因为是你跟他来这一套。妹妹啊，小妹，小妹，对对，他不想下来玩，他就是没有看到爸爸，就是没有看到，他爬累了。吴杰瑞，他爬累了。你说你打，他弟弟啊。好心做我家好了，乖乖没事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？这个回合胜利的是张志峰。好怪，好不过你们夫妻看得出来，他真的，你讲对，这个时间他真的会找妮娜。对，第一次最准嘛。OK， 好嘞，恭喜妮娜获胜。接下来这一组。一个，一嫂，一个，你怎么会跟他去比嘞？来，我把，来，彤彤，哦，秀秀，哦，乖，哎呦，好可爱哟，秀秀，哎，一个，他应该。我这样就抱走就好了，也 OK 啊，没关系啊，没事情。你放心，我们齐妈会赢的。齐妈，你拿吃的，来嘛。彤彤，我们不是那种人呐，真的吗？我给你一个，不用了，真的哈，我手抖伸进去来啊。好，来，预备哦，预备哦，来。来，彤彤，彤彤，看着爸爸妈妈啊，不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彤彤那边，彤彤，不，错了，好好吃哦，大家，他想吃这个，你想吃这个对不对？一个，有没有查理呢？他好 confuse 哦，他好 confuse 哦。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这个好吃哦，这个好吃。对了，爸爸，完全没有在理你。喂，这边。哎，你看，彤彤，一个叫破喉咙了。叫你的名啊，进来。阿妈。我唱歌啊，快点。Baby。好，等一下。那这一回合是食物获胜，公平，这不公平。那重来一次，不能拿食物，不能拿食物，只能够单纯让他看一哥跟一嫂。好，来准备哦，来队长，好预备哦，来开始，队长来，爸爸家，队长，我没有。
看电影，隔壁的客人，可不可以不要吃东西？蔡依林，蔡依林，蔡依林，好啊好啊。玩转播，玩唱我。对。腰腰嘛，你怎么跟他往下嘞？对吧？啊，你们家不是这种人。上个节目就变这样，你还怎样？蔡依林。可怜，我赚钱了。你不是天天陪着女儿玩吗？对不对？啊！哎，你要多赚点钱，你万一没有东西给她吃，她应该会认别的不带当爸爸。你看，现在又跑另外一边去了。好，这一回合我找不出谁获胜，但是我可以知道一哥属输。好。OK， 好了，其实说实话，现在大家照顾小 baby， 我觉得爸妈都很花功夫。是 ，OK， 好，那祝福大家小 baby 快乐成长 ，OK、嗯。